适逢农历七月感恩月，花莲市公所依循传统，由市长魏家彦带领公所同仁在广场前举办了普渡祭拜祈福仪式，希望花莲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乡亲市民身体健康。苗苗青幽立行道，祈求祈求顺利，所求如意的，包括路来吉祥，香必着我。适逢农历七月感恩月，花莲市公所依循传统办理普渡祭拜祈福仪式，由市长魏家彦带领公所同仁手持清香，心存正念，祈求各方庇佑。那也普渡我们四方的所有的好兄弟哈，那也祈求我们花莲哈风调雨顺，那市政哈那持续的在发展，我们也希望说花莲能够平安，不要再有天灾。那最后哈，我想我们都保持感恩的心，也要谢谢众神明以及我们四方所有的好兄弟。诵经法会由法师引领，现场也准备三牲、水果、罐头、饼干等丰盛祭品，表达对天地神明及四方好兄弟的敬意，场面简单隆重。记者徐立勤，花莲市报道。